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aro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去看 TeenLab 的灯展，所以我们现在在 Nana Park。TeenLab 是由日本创立的一个数字内容制作公司，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公司是由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，包括程序员、工程师、数学家、建筑师、画师、设计师、动画师等等。创作的内容主要是以艺术表现为主，他们所创造的展览在日本甚至是各个国家都很出名，所以听到他们要来马来西亚展览，很多人都很期待。要去哪？晚上的票要去 redeem 票，六点才开始发票，现在才五点。完了。点半了，看到没有人排队吗？我看到没有人排队。所谓的没有人排队，没有人排队，而且我的咸蛋黄还不见了，我的夕阳。这就是。弄错出进口的后果。We would like to inform that you have 20 minutes to enjoy and experience this one of a kind light and sound show on glass theatre. Thank you and have a pleasant evening.还有灯呢，太亮了，我现在看不到那个灯。看下面有灯。灯了，看得到灯了。原来也看得到双峰塔。Thank you.
没有搞错你。哦，你今天怎么搞错？回家啦，其实整体的体验还是不错的，没有网上吐槽的那么糟糕，有可能是因为活动前的宣传照片让大家期望太高了，日本的是长这样的，宣传照是长这样的，而我看到的是长这样的。就先这样啦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一下哦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